一直打。嗯，好。猫，完全忘记怎么玩。我记得它不是会有两只大只的牛跟小牛。我拉我雷杖啊，我最安全。可是我们先看看好了，好，先去看看。不知道能够打掉。可以啦，哦，我们哦，好刺激啊、哦！好刺激，真的很刺激，我。可以吧？我们真的有忍住在你来之前完全没有进去里面看过那个，没有看过实力，那么可怕。对，我们都是初见。对，我们是初见，真的十年后初见，真的是十年后初见。哇！哎呀，这怎么可能打得过罗德哎？不是开玩笑，我们见得到罗德吗？我大地捏一下，我们都打在同一个。哦，这边有这个。你们吃、欸、那个攻击最高的罗力斯，他是我们这里面板最高的。罗德真的不开玩笑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这个版本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好像还行。我们好像有点痛啊。我们好像有点痛啊。是要先把那小只的打掉吗？对，打完然后它石像会破下一波。可是我记得以前其实后面伤害高都直接等到那个王出来、哦，然后直接打王。可以等吗？后面伤害高的时候。我们今天伤害好像蛮高的、啊。看来小猫有点势如破竹。那、哎、三波。还有一波吧，那个石像鬼消失。对对对。哎呦、哦，我们有点强哦。要出来了吗？来啊！啊，我刚刚应该先丢一个、欸。好久，这么久。好久。我们看一下贩卖机会給我。害我把爸放下去了。你也那么来了来了。二臭石像鬼，谁放四十大这么狠？哎、欸，他有点硬。张收灰是灰，哇！那也飞不起来、啊。他有点强啊。捡材料，等一下，这材料要捡了，这材料要捡了。确实。给大家哦。哦，罗德，哇！打开第一颗，打开了。哎呦，打开了。欸、有虾子，有没有要吃？不要、哦、算了。你们吃吧，你这软皮。我有点想调那个滑鼠的那个，在哪里调啊？Enter 上面吧，左右灵敏度，记得右边跟第二个。右边，啊，操作。这个，一的先。哎、欸，怎么是三？他这个是随机的、啊，随机的吧？ Okay. 对啊，我记得以前都是随机。这是加工的，先把它车了，还想加工啊？有点硬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啊，来得及。哦，那个水晶数量是实力排行，是不是？这个一的看起来就弱不禁风，他怎么有化身的状态？还好，打掉了，打掉了。我、哦、是的，是的。我有留四十大。哎、欸，这是大的吧？对，这是大的。哦，还有血条，他血条居然出现在右上角。太狂暴了，太狂暴了。伤收灰是灰。他是盯着我看呐、啊，没有坦啊，这里没有坦。那可能是杰森没做事。叫杰森，杰森是真姐。一切失败。这个要加防御吧，蓝色。哎、欸，大吼！哎呦，算了。大吼。嘿，你。哎、欸，接下来哇，接下来蛇女哇，要那个区域、啊。蛇女比较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高爆，高爆开奖。高！你要一开始就点东西忘记了，對對對高是一开始吗？这样站！哎、欸，要去哪？要去哪？啊，晕了，直接大破！哎，准备哪边？不知道，忘了！哎、欸，这里！哦，对，他跳起来！奇迹！拖着他，你拖着他，这样我们再可以拉近。哎、欸，他弱不禁风啊！小猫随便车。哎、欸哦，好痛哦，好像被他甩到。很痛，我就说很痛。我站在他后面被甩掉。哎、欸，你要补血吗？
都可以。求我。再见。我宁可选择死亡。点一的补葬。以前四十级祭司点一会被骂啊。你还跟指点？因为我点输出啊，点电光剑六。赵先全破。他怎么快？还会？哎，现在是怎样？要先打石头，打石头，要打石头吧？对啊，全破，哦、全破，然后小怪，哎，为什么打不到这只啊？哦，有了。干，我想奇怪的魔法剑打那只，他才能完全不破。我拉，赶快看。小怪，还有一只啊，死机到了，可以打他了。我看得很开心。哦，好痛！石头来喽，石头来喽！哎、欸，干，他丢歪的，你就不能看你们，然后突然转到我这里丢，还要我有看到。让他跌倒一下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不行。可以吧？我速度好快，记忆力对，滚好快啊！以前怎么那么快？我觉得他是不是变得比较灵活？是不是作弊？哇、哦，好痛！这才是小猫哎、欸，等下大猫怎么办？大猫被秒了吧？高爆组，秀才又见。太远了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不行啊，你太远。要不要等我贩卖机吐东西？啊，不可以跳。哦，罗德啊！一开始进去不是还被吃掉？一开始进去会压。一开始进去还被压头，超白痴。啊，走吗？走吧。嗯、哇，开场大喷！哎、欸，干这个也喷那么远。我音乐出来了。哇，他好硬！他很硬。干嘛？他绕着你的东西走，还有离开我的距离，我难过。哎、欸，晕了，他头部破浆。哦，对，后来要打他头那个，哦。对。想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有我弹跳。哎、okay 欸，直接跳，跳。晕了、欸。好像很好晕哦，罗德怎么了？罗德很好晕啊，他真的是很好晕。他不是王牌吗？张收挥是挥，哎、欸，这往回走，一直走，黑洞，好，老人味都出来了。哎、欸、哎，大跳，好像会有坡嘛？对，会有玄月剑气，我忘记还有坡。哎、欸，吸龙卷风，贴来想贴近打龙卷风，好像会被边边吃掉吧？对，吃了，欸、对，他在墙边会被吃。臭了，味道出来！天哪，狙击！哎、欸，重力球！哎、欸，对，重压！罗德不过如此，这只是小的、欸，小猫随便车。切猎手。哇，我的级二级了，我们二级的 TGG Level Two， 不要忍住吧，还是不要用那个放大镜，放大镜也超，放大镜才两个，只有两个，好可怜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最缺的蓝色材料，确实。它会掉成品吗？还是不？把 A 有 A 装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自动闪没有关掉。哎、欸，关了。那巴勒娜一定是战士啊，想都不用想。我还是关了。要甩、啊。刚刚忘记现金包包，救命！不是刚不在回城吗？你一定要捡大票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参加活动吧，我不知道。只有两个、欸，给优惠券。对，为什么这么少？给亚米，给亚米好了。啊，都给亚米吗？你给念哪一个？念哪一个？啊，我放弃了。没事，等一下还会打。
冲击要捡起来做吗？看被杀死。不用啊，不用拼这个吧，我们有那个财力拼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然再回去一次，然后等下打大猫看看。哦，我觉得大猫应该直接跳大。我刚刚忘记把狗狗的材料丢掉了。丢啊！我觉得大猫应该真的刺激。大猫才是罗德完全体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